来，画展开图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步骤一定是先做记号啊。这里题目我规定 A 点开始展开啊，所以我们内面朝上一定是顺时钟，所以我们就 A B C D E。好，这里哈，同学一定要特别注意，这里有一个转折哦，所以你等一下一定要特别注意哈。老师先不下标记，好下好了啦 ，F， 哎不对 ，E F， 啊，所以一样对应到正式图来 ，A， 啊 ，B， C， D， E， F， 啊，你要有这些标记哈。好了之后，来正常来讲哈，我们的那个展开图啊，圆柱状，正常来讲都是上视图的，是上视图的边长，就是实际它展开的边长。好，除非这个东西是斜的，啊，如果它是斜成这样子，上视图是这样子，它是斜成这样子。上视图这里就不是它的实际边长哈，啊，所以这同学一定要特别注意哈，啊，可是联考不可能考这么难的啦哈，我们再从头，第一个圆柱状一样，最简单的方式，铅笔就，无啦，我这铅笔就粗啊。好，来啊，柱状记住啊，步骤把它记起来，基本上你应该就不大会错哈，所以把它每一个线段的高会用到的高先把它画起来，所以它为什么叫平行线画法，原因在这边哈。好，再来，在量测每一边的边长，千万不要去量这里哦，因为这个是有倾斜的哈，一定要量这里啊，好，开始，总共有五段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啊，这里可以把它画回去一下，画五，好，所以有五段，好，来。记住，如果它没有切斜角，五片不是都一样大小吗？哈，没有斜线，啊，可是有切斜的，上面一定会有斜线哈。啊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哈，所以 A 再来 B 再来 C， 啊，再来 D， 记住哦，这里有个 E， 你才不会忘记。再来 F。再来 A， 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看 A， 再来 B 哦 ，B 点在这里哦，所以千万记住 B 点在这里。啊，再来 C 点在这里哈，啊，所以你这样子对应才不会错。啊，再来是 Z 点，啊，Z 点在这一个高度。啊 ，E 点是在中间嘛，哈，啊，所以你这里应该要取中间。啊，要用仪器画，老师现在屏端啊，所以我定出终点，所以这里就是 E 啊，这里才是 F 啊，再来是 A， 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记住完成线，老师现在用这个黑笔画，记住这里没有一条线啊，只是它造型是长成这样子。好了之后啊，所以这个侧面都好了，再来盖子，啊，盖子上盖，啊，辅助视图对不对？啊，辅助视图你一定要特别注意，斜线对应上去完整的面，所以老师再复习一下，比如我现在这个东西长成这样子，啊，比如正视图是这样子。一样，斜面是这里嘛，对应上去完整的面，所以这个斜面就是这里啊，
啊，所以一样在我在画另外，我先随便哦哈，比如老师先随便啊，这老师乱画的哦哈，你不要去考虑他到底立体感是长成怎样子啊，比如他的斜面是长成这样子啊，我先不管他，他的斜面是长成这样子，斜面嘛对应上去啊，完整的面，所谓完整的面就是这里啊，封闭起来跟它一样等宽的虚线，不要管它，这个就是斜面啊，完整的面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对应上去嘛，完整的面是这个啊，所以一样我们先把它，如果它是奇形怪状，第一个一定是先把它变成方形，所以老师一定先把它变方形啊，好，啊，变成方形之后，你就记住嘛，这个东西奇形怪状，你不会画嘛，一样啊，先把它变成方形啊，变成方形，啊，你要想，请问你，这个辅助视图你会不会画？你一定会画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画上去，画上去，取这里，再把它取过来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它的辅助视图嘛。万一它有斜的，一样嘛，再量这里嘛，再量过来，这里不是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它这有一个位置变成这样子，一样啊，它这里对应下来，这里一定会有一个点啊，这个一样画过去啊，你就知道这里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样这边啊，我们先不理它，它到底是长成什么形状，先把它还原成方形。好了之后画上去，啊，记住斜面上面有线跟它碰到的，都一定要画这个斜线上去。好，再来取这个啊，好，来取过来。等一下，因为我们会取这一段 A， 啊，所以我们把 A 也取过来。啊，糟糕，看不啊，你点没带？老师把酒已经啊，叠加啊，老师稍微做一下标，还是刺深一点好了。好，在这里，好，一样，再来就是画它的垂直线。好，垂直线。啊，垂直线，有没有？如果是方形，它就长成这样子。可是这个就是 A 点啊，我们刚才是量 A 点，啊，所以这样子画过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是 F 点，所以 F 点在这里啊，所以就是画上去，有没有 ？F 啊，对应上来是在这里，啊，所以我们把它记号都画上去。所以这里是 A 哦，对不起哦，这里是 B 哦。对不对？所以 A B E F 嘛 ，A B E F 嘛，哈，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就直接很简单，啊，把它做在这两面好了啦。哎，不行，这样子会卡在一起，啊，好，没有做在这里这两面啊，所以这里是 E 嘛，这里是 F 嘛，这里是 D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是一样，啊，我们要连在这里 E F。好 ，FA 先取弧，啊 ，FA 有没有 FA 啊？再来，其实是对称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这里其实也可以画了。啊 ，FA 再来 EA， 记住啊，图形的转移就是不断的画三角形啊，有没有？啊，所以这边其实也可以画，所以你可以看，这里就找到 A 点了，有没有？这里找到是什么 ？C 点，有没有？因为它跟 C 连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哈，再来，
EB 啊 EB 是在这里，对吧？ FB 糟糕，没有，我刚才画的不够长啊，再来一次 EB 啊 EB 啊，有没有？所以加两遍，所以这里就是 B， 这里也是 B， 所以把它连起来。因为它是对称的啊，有没有啊？所以这个它的上盖就画出来了。